鸾凤来仪，瞧瞧。山的妖人，你们在山中布下僵尸，到底想做什么？一个乳臭未干的丫头，也配向本仙发问？不过来得正好，本仙一道收拾了你们，也省得到处去找这千载难逢的仙之草。关键都是脚底抹油，景泉就他一个人，正好斩了他的妖魂，给青鸾灵破祭剑。冷姑娘，你们都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？燕姐，此地危险。帮主请回。哎呀，怎么你也在这里啊？哎，那个姑娘也是剑仙吗？她带的这个猫妖是什么？放肆！大胆的丫头片子，你说谁是猫妖？说的就是你，那个妖怪说谁丫头片子？就说你没规矩的死丫头，大胆！顶杂草的狸猫精。顶杂草的狸猫精，狸猫精，你们都少说两句。你闭嘴！哼！你这玄门的小贱人，胆敢搅了本仙的好事，今天不吸干你的元婴，难解心头之恨，杀无尽！花毛丫头，小心！Oh!
能强化净空旋律，快用青轮圆形破它。竟敢破本心的剑魔，小贱人，这是你逼我的，受死吧！血影剑士，十尾剑。会伤到其他人，我用青蓝剑挡住，你带他们用盾法快走。王爷这一劫打得甚好。大师有意相让，本王何尝不知。此时关乎王爷的大事，凡事当然还是求一个大吉大利才好。大师顾虑周到，本王倒是可以高枕无忧了。王爷谬赞，当今大势所趋，天下归心，取下江山已经指日可待，老僧也是有所多虑了。大师谦虚了，若无大师指点，本王又怎么能想到会有登位九五至尊的一天。王爷才是过谦了，论起当今天子形势还是太过幼稚。这薛帆是何等大事，就算王爷不起义军，其他藩王难道就会束手就擒？哼，这黄口小儿简直就是胆大妄为，真以为能一手遮天吗？别人不知道他的底细，难道当年亲自带他回来的本王也不知道吗？当年国师玄仪和王爷的这宗旧事，反而成就王爷的师出有名，怕是连他自己也想不到吧。玄仪三世老臣，难得他忠心的乃是大明宗脉，想的是天下社稷的安危，而非愚忠于哪个皇帝，十分难得。若无他相助，这京师怕是没这么容易得手。当年之事，他便是为了避免皇庭同室操戈才出此奇谋，而今他又是为了避免天下大兴兵险之灾，
魏王爷开此方便之门，却也真是难得的很。不过本王对鬼神之事一向不以为然，据说玄仪能调动阴兵，不费一兵一卒就能破除京师的城防。一来本王觉得此事太过离奇，什么魑魅魍魉，总觉得不及本王的重兵来得可靠。二来嘛，玄仪如真有此神力，若他阵前反悔，或是有其他图谋，本王又该当如何？王爷大可安心，居神潜轨，缩地御剑，老僧也略知一二，一切交给贫僧就是。启禀国师，锦衣卫都指挥使求见。宣他进来。参见国师。皇上想亲自彻查，理当留心庄主公孙友。公孙友，什么人？小皇帝，你的皇位坐到头了。于是天风下守住最初。